这个女人将在7天后爱上我。啊？欺负你不太好吧？3、2、1。你也不行啊！到。这教室阴气真重。 算了，还是站起来吧。老师终于走了，困了睡会。哎，谁来了？啊？谁呀？说你呢。谁新来的？你是新来的吧？ 来，接着来。跟你说话呢，行不行？谢谢。恶臭。跟什么命？你不是让纹的啥呀？这是我命。啊，天赐我命。没见过你呢。你才来1个月是吗？ 我就这1个月没来上课，下课出去玩。去哪玩啊？带你出去玩就出去玩，我问你话那么多呢。你想去哪玩啊？玩点刺激的。什么？什么刺激？过山车大摆锤，你小声嘛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出来了。 啊，香香，不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出来。干啥呢？啥狗尾山看主人呢？什么？我这人你敢动手？长本事了？你这什么鬼？他要和我出去玩？我俩好朋友吧？就是那种很好的好朋友啊，对吧？你刚才打我干啥？道歉。我跟你熟吗？ 道歉，准备输给谁看呢？没事，咱俩都哥们儿，我不计较这些的，兄弟。对不起。啊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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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哥们儿啊，都哥们儿。走。放学了。嗯，干嘛呢？转了半天了，去哪儿了？啊，刚下课嘛，去哪儿玩？就刺激的项目嘛，过山车，然后。 摩天轮啊，不是。走吧，以后你做姐的狗，姐罩着你，在这学校我好使。走。不是，什么？我没听明白。做我狗，我罩着你。汪汪，汪汪汪汪，汪汪汪汪。